这是一个秤王，他鼻子就在这边。哎，科学啊，科学不叫能吃，算了，直接给他挖了。这地方，哎，好了，快挖了。他是怎么发现我的？直接就跑了。问题不大，你的饭量真深啊！哎呀，哦，出来了，嘿，现在灌盐它都不爱出来了，是不是天太冷的原因？可能我的盐不够咸。这个大秤王，鼻子是真大。这地方来了一个海晶蚕啊，一年没见它了，都有点醒了。哎，放哪去了？哎，出来了！哇塞，啊，这个真大哦，还是个白色的。哦，你说这家伙，他还钳我。来吧，看一下。这个个头得四五年长这么大个，特别漂亮。哎，哦，你前人还挺疼啊。这个袋子吧，回家放鱼缸里。收了。像这样的包都是，哎，都是滑蛋蟹。现在沙滩上滑蛋蟹是最多的，这种回家领来的玩意特别好玩。这个先带着吧。这个也是花旦蟹，下来。今天天气还怪暖和，花旦蟹还能冻上两下。前两天特别冷的时候，它一下也不动。这沙是真多，这个也带着。